熊猫中心都江堰基地，这里竹林婆娑，绿树成荫，拥有适宜大熊猫生活的自然环境，也是首个大熊猫救护与疾病防控中心，兼具大熊猫的疾病救治、疗养、疾病研究和科普教育等功能。园区内的大熊猫康养区是大熊猫的养老院，也是患病大熊猫的疗养所。根据大熊猫的生态习性，一般把20岁以上年龄段的熊猫归为老年。